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别说啊，这晚上这个射箭场灯光一打，还挺漂亮的。那是因为你太不勤奋了，白天都不怎么来，更何况晚上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下来。啊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从小时候练剑开始到现在有多久了？让我算算啊。啊，到现在。哎呦，有七八年了哎。这么久了？我都不记得。我可记得清楚楚。哎，当时啊，我爸同时管我们两个人，天天拿你这个正面典型啊，教育我这反面人物。我一想我就头疼。我爸不在的时候，天天让你监督我。监督你，我那是帮你。你还没训练完，自己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我还要编各式各样的理由去骗师傅。你都忘了你，都忘了你。是啊，我爸天天那么宠着你。天天拿你当小公主似的，我一回到家，鞭子、皮带、扫把，天天这么伺候着。哎，你说哪天少一次了？那是你太倔了。哎呀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虽然碰到那么多阻碍，可是还是可以慢慢的接近自己的梦想。羡慕我？我应该羡慕你才对啊。为什么？你从小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又那么好的条件，你看我爸郭阿姨又那么疼你，而且又那么坚定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马上都会过去的。一点都不坚定，也不坚强。射箭是我的梦想，我一直都坚持着，可怎么就练了七八年了，就那么轻易的被打垮了呢？真的战胜不了黄心兵，我也战胜不了我自己，我想放弃了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田默默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以前遇见的困难，遇见的辛苦，你不是很乐观的面对了吗？我认识田默默，不会那么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的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行的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我反复练习多少次，一百次、一千次、一万次，可是我还是射不中。没什么好道贺的，老了一岁而已。对不起，去年的今天。不要再说了，都过去了。我那天和你说分手，我居然忘记是你的生日。你还提这些干什么？我都忘记了。
你还在恨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你啊？我现在过得很好。你什么时候回韩国？我不知道。你找到那个人了吗？我找到了，而且我相信只要他努力，一定会超越你的。一年前的今天你跟我说过，没有人能超越我。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。好了，我要工作了，再见。这组动作很难，但你们做得不错。我让你们看 Fry 的录像，不仅仅是要学习他的技巧，还有他融合在舞蹈里面的激情和生命力。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感觉。夏磊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， Fry 独创的舞蹈已经变成你自己的舞蹈了。至于你，你还是 Fry 的模仿品。怎么，你不同意我的感觉？我看不出有什么分别啊，我和他都是在模仿。你的舞蹈里面没有任何感觉。反正我不管怎么做都达不到你的要求，不能让你满意就对了。你还是不明白，不是要我满意，是你自己要跳出有生命的舞蹈。对不起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丁笑，算了。我觉得丁笑跳得很好啊，他一直很努力，你怎么？我知道，但他一天不开窍，就一天都跳不出好的舞蹈来。我希望他能早点明白我的话。对，好，你也想一想。好，回头我打给你。啊，老乡，给你送点水果。老这么客气。老乡，默默最近练得怎么样啊？默默练得挺刻苦的。依你看，有希望吗？